前呢，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关于锻炼我们闪躲意识的这样一个训练动作。那么稍后呢，在课程结束，我给大家制定一下训练计划，大家可以按照计划一起进行训练。如果在训练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私信给我，我会尽快给大家回复。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下针对这个我们训练闪躲过程中啊，这样一个闪躲对距离感以及我们这个闪躲时机的这样一个意识的训练动作。首先呢，我们先做一下我们的一共三个动作。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两脚站在原地啊，主要呢就靠我们腰腹啊两侧核心的力量去进行身体侧屈啊，完成一个这个单侧的这样一个闪躲动作。那么下面我们来做一下个示范，来。我们这个时候做这个闪躲动作啊，主要靠的是我们腰啊腰腹两侧的腰肌进行收缩。那么我们动作不可以单一，也就是说我们做出一侧的闪躲之后，马上我们就回到另一侧的闪躲，这样连续不断的去做。我们不能做一次之后回到我们的中线，这样我们前面做的闪躲就基本前功尽弃了啊，无法达到这个我们在实战过程中它的一个实用性。那么当我们在连续闪躲啊，这样做连续闪躲的同时，它有一个好处。一呢，即使在对方不出拳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这种快频率的小幅度的连续闪躲啊，会很难让对方去抓到我们的固定目标啊，这样会让对方进攻之前产生一些犹豫的心理。那么呢，即使对方如果出拳啊，抓住了我们的这个空档，那么当我们去再做这种连续的闪躲啊，这在做闪躲的同时，打到我们的这个头部或者是击打到我们身体的某一部位，那它的力量呢也会卸掉很多。这就是我们这个在出拳之前啊，以及这个出拳之后啊，进行一个闪躲这样一个防守动作的一个好处。当然了，它的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呢，如果我们每一次啊去进攻之前以及我们收拳之后都去做上这样一个闪躲动作，那么稍微有经验一些的队友呢，会在这个进攻的过程中抓住你的这个规律啊，对你进行一个击打。所以我们的这个闪躲的频率啊，这样就需要一个快慢结合了。再做一下示范啊，先慢一点，一二，再加快，一二，再慢，一二，加快，啊，我们这样有一个快慢的结合啊，完成这样一个闪躲的动作。那么我们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一个利用脚下配合啊，再去做这个闪躲的意识训练。我们脚下配合也是两脚啊与肩同宽，两脚并行站。我们在做闪躲的同时，我们以这个右侧闪躲为例。做右侧闪躲的同时呢，我们右脚不动，左脚向后迈出一步啊。我们这里指的不是实战中的动作，是我们针对一个闪躲意识训练的这样一个训练的目标里。我们右脚不动，左脚向后迈出一步，身体重心压缩转体啊。这个时候如果不好体会转体的朋友们呢，可以用我们左手啊的手掌去碰我们右手的右脚的膝盖，这样达到一个重心压缩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在交换到另一侧的时候，我们的左脚收回到原地。站住不动，右脚向后迈出一步，向后侧方迈出一步，啊，去摸我们的左膝盖啊，这样去做一个连续的一个闪躲动作。那么这边我们做下示范，来，一二，啊，那么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第二项动作啊，主要我们针对的是我们闪躲过程中手脚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也就是我们。想闪躲做得快啊，回得快做得快，那么我们首先脚下的配合能力要强，我们脚下的这个协调灵敏性啊，我们初级动作向后迈啊，摸这个膝盖回来再前后，另一侧前后，这样去连续的做。到我们熟练了之后，就可以省去中间回练这个环节，直接两腿同时一前一后，一二，这样去连续的做。我们再来进行一下这个针对对方这个三拳、直拳、组合拳啊。我们去进行一个行进间的这样一个闪躲啊，以及我们这个对闪躲的意识这样一个训练，也就是把在前两个动作基础上啊，把这个动作的难度呢再加大一下。那这个动作呢，更加考验大家这个手脚配合的能力。当然，更多的呢是我们对这一套训练动作的这个掌握的熟练程度啊。相信大家对这个动作完全掌握之后啊，会做到越来越顺畅啊，对动作呢也做得得心应手。下面对方还是问你我们出拳，对方以前手出拳为例，前直，我们重心向前啊，这个时候要做出我们这个模拟实战的闪躲了。我们重心右脚向我们的
前侧方迈出一步，重心顺势压缩，好，直接对方出后手直拳。哎，我们马上衔接第二个闪躲。在这个动作中，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闪躲之后，对方出第二拳的时候，我们直接就要进行闪躲，不要回到中线，这样回到中线正好给对方我们一个两个完全这个错开的一个击打的时机啊，正好呢击打到我们的面部。闪躲之后，我们重心完全直接就压回到另一侧啊，这个也是考验我们对前两个动作掌握的熟练程度。如果前两个动作我们做的顺畅之后，很自然的我们就一个下意识的呢就会闪躲之后，左侧之后直接变右侧啊，不会产生一个在中间停住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呢，我们主要动作的这个动作的要领是在于，对于前两次闪躲之后，第三次的这样一个向侧方的正步啊，我们还是以左直拳闪躲为例，一二。那么当对方再出前手直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重心，由于前两拳的重心我们重心整个向右向左，这时候我们重心完全面向左侧的时候，我们的左脚向后蹬地啊，重心保持面向侧方就行，不要面向我们的正前方。面向侧方，腰部呢，我们如果感觉不是很保守的话，可以这个腰部再加一个后仰的这样一个闪躲动作。对方出前手直拳，一，这样我们就完成这样一个侧方的这样的后撤蹬地啊，加一个我们腰部的闪躲。然后对方再前进后手直拳，这个时候我们再闪回来前直，闪回来后直，再蹬，再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好，我们现在加快给大家做下示范，来，一二三，一二三，来，好，这就是呢我们这个第三个动作的一些动作要领。那么这个动作更多的就是我们对脚下的熟练程度啊，我们脚下这个动作不同于以往我们对这个训练动作的要求，我们尽可能的让大家在要求大家在前两个闪躲动作的时候，我们脚下的这样一个上步的幅度大一点，我们上步的幅度大一点，更有利于我们去体会这样一个转体啊。因为我们无论是出拳还是闪躲，只有当我们这个第一拳或者说是我们前面的几个动作，我们的动作做的规范啊，转体啊，或者是我们的脚下配合。配合的这个非常完善，那么我们最后一拳，无论是反击的重拳，还是我们后续的这三个动作，才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完善。那么我们如果第一个动作做不到位，我们整个后期的这个连续的这个，我们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的动作，都会产生一些不连贯、不顺畅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这个重心的转换是非常重要的。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锻炼我们闪躲意识的这样一个训练动作。那么我们今天的训练计划呢，就是我们这三个动作原地的两侧的闪躲，以及我们原地呢脚下配合这样一个闪躲，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行进间过程中身体与脚下配合完成一个闪躲的意识训练。这三个动作呢，我们进行每个动作两分钟一组啊，每个动作两分钟一组，进行四组训练即可。那么呢，也许大家会对这个动作有些个疑惑，就是我们在实战过程中，我们出拳的速度肯定要比我们这做这个意识训练过程中呢。速度要更快这个不可预测性呢要更大一些。那么这样的训练对我们在实战中的闪躲会起到一定的帮助我给大家答案呢，就是这个动作主要呢是针对培养我们对闪躲的时机的判断，以及我们对闪躲之前距离感的这样一个下意识的意识训练这个动作呢对我们在实战过程中的闪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实战过程中我们比如十次闪躲为例，我们有六次到七次无论是这个我们的运动员还是我们的这个业余爱好者有六到七次的这个闪躲都是我们自己下意识的去做出来的大家可以在实战中留意一下很多呢并不是我们这个完全受我们主观思想去控制进行的一个闪躲然后打出反击，多数呢都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身体本能的这样一个做出闪躲去完成这样一个反击动作，所以这个意识的训练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课程。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拳击方面的训练视频，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功夫者微信平台。让我们下次再见。